非常荣誉，那我们也会继续努力，然后能带给大家更好的作品。也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请继续。非常高兴来到这里，然后谢谢大家的认可，然后我们会不负众望，继续加油。有请坚持。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颁发的荣誉，我们会出更好的作品，谢谢。祝贺各位，请接 Boys 拿起你们的奖杯好吗？祝贺你们，请全场也为他们继续尖叫鼓掌。恭喜。是的，在恭喜他们的同时，我们也很期待他们今天晚上会在这个舞台带来的演出哦。